看一下今天的港版现货，然后这个是12 Pro 188G 的量级电池92，然后这是3950，然后这一个是12 Pro 512G 的港版双卡，电池84，小花机4350，然后这个是12 Pro 216G 的电池85，然后是屏幕亮边框小花的，这个是4650，这个也是12 Pro 港版512G 的，这个是屏亮可小花的，然后是440。然后这个是12 Pro 188G 的，屏幕是国产屏，其他源这个是2699。然后这个是蓝色12 Pro 港版188G 的，这是3850。然后这个黑色的话也是3850，这个电池85，刚刚那个是电池87。最后一个的话是12 Pro，然后216G 的港版，然后电池84，然后港版美版的区别就是美版是单卡，港版是双卡，然后不用改的。